主持报恩殿建造工程，因操劳过度，不幸病发身亡。传旨，厚葬元道。报恩殿的建造工程刻不容缓，请皇上另派他人主持。日子一天天的紧了，有哪位爱卿愿意担此重任呢？别傻了，元道是上吊自杀的。太后寿诞之前根本盖不了一座宫殿，谁主持谁倒霉。阿贵，臣在。你揽下这个工程吗？皇上，要我拆房子、炸房子、烧房子都绝对不会有问题，但是盖房子就绝对有问题。我大清王朝养了这么多大臣，就没有一个爱卿要为朕分忧吗？今儿个上朝怎么没人说话呀？武帝，你来干什么？皇兄莫怪，是太后吩咐我来的。哦，太后，太后要你来干什么呀？太后吩咐，请皇上当众宣读这道圣旨。武帝啊，朕正在和大臣们商量报恩殿的事儿呢。可是太后吩咐，让皇上当众宣旨赐婚。知道了。诸位爱卿，谁来主持报恩殿的事啊？启奏万岁，奴才愿造报恩殿。何林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这可是时间紧，任务重啊。何林保证在太后寿诞之前盖好报恩殿。好，朕委任你为工部侍郎，主持报恩殿工程。奴才遵旨。皇上，现在可以宣读圣旨了吧？宣。皇上，这圣旨还是我来念吧。对，他读最合适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赐多格格嫁阿贵为正室夫人，红绸为侧室夫人，钦此。什么什么呀？你全都搞错了，你。没你的事儿。我看看。你不识字儿啊，全都念错了。哪儿错了？这上面明明写着赐多格格嫁给何林为正式夫人啊。何林你不认识？你什么眼神啊？这上面明明写着赐多格格嫁给阿贵，嘿，你眼睛出毛病了？你有病啊？你猜。这样吧，我们让皇上来宣读。让皇上读，皇上亲笔写的圣旨啊，皇上自己读。皇上。皇上，您赶紧宣呐！皇上，你可得看清楚了念。朕赐多格格嫁阿贵为正室夫人，红绸为侧室夫人。谢主隆恩。皇兄，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吗？皇上英明。阿贵还不赶紧领旨谢恩呢？阿贵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恭喜恭喜，恭喜将军，恭喜你，将军，好好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，哎呀，恭喜什么呀？我本来一个老婆没有，现在突然间来俩，我不习惯呢。我这可是大清朝前所未有的事儿啊！赐了格格，还赐了红绸，买一送一呀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但毕竟人家是格格，万一以后格格和红绸吵起架了，我该帮谁呢？有皇上在，将军尽管放心啊！是啊，皇上与多格格最亲，要不是多格格心仪将军，皇上能把他许配给你，你就放心吧。将军真是好福气，格格喜欢，皇上器重，以后在朝廷一定是官运亨通了。是啊是啊，通不通我不在乎，我就是想干点事儿。皇上赐你额驸，摆明了要委以重任，将军以后有的忙了。是啊，有的忙了，有的忙了，有的忙了，我真不在乎，我就是想做点事儿给皇上看，要不然我真的对不起皇上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皇上的赐婚圣旨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的，我看着他写的，这怎么会变呢？是啊，可皇上就是这么宣旨的呀。多格格一朵鲜花，怎么能插在阿贵这对牛粪上呢？堂堂格格，怎么能嫁给他？就是啊。可是现在完全没有照太后的意思去做呀。我少丁一会儿就走样，少丁一刻更不行。本来多格格的大婚与太后七十寿诞庆典是要同时进行的，但是这下奴才就担心了。寿诞庆典上如果太后身边站的新郎额驸竟是阿贵的话，哼，那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。那我还过什么寿诞呢？太后凤体千万要保重啊。还让他一次娶俩，格格同一个乡下丫头同事一夫，真是笑死人了，咱们大清朝皇室的脸面都给丢尽了。反正木已成舟，皇上都当众宣旨了。哼，宣旨又怎么样，我照样可以把它变成一张废纸。对，太后您说话才算数啊。太后，大清朝还是需要您掌舵呀。我现在就找皇上算账去。得，我现在就去告诉阿贵一声，让他别再做额驸的梦了。放心，这口气我替你出。贝勒爷真是行侠仗义。那太后，孙儿告辞了。去吧。太后，奴才也告辞了。何林，你陪我一块儿去见皇上。这正拜堂嘞，拜堂嘞，正拜堂嘞，拜堂。老板，这糖多少钱一包？一文钱一包。一文钱一包，给我来10包。好嘞，你稍等，我给您包一下。给。好嘞，谢了。哎，我阿贵要成亲了。恭喜恭喜，来来来，吃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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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吃糖吃糖。太后，奴才叩见太后。皇上在吗？皇上不在御书房。嗯，不在。哼，太后，既然皇上不在这儿，您别累着。还是回去休息吧。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走。恭送太后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太后走了。嗯，真好玩，皇上也会躲猫猫。嗯，好玩吗？我这堂堂皇帝为了你要捉迷藏，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皇兄，我以后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嗯，你说这皇上去哪儿了？太后真的想见皇上吗？我这不是在到处的找他吗？您不用找他，他自然就会来见您。
他现在正躲着我呢，还会来见我？您都不用出这宫门，只要您……什么？太后，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太后！太后，太后，快来人呐！太后晕倒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太后晕倒了！太后晕倒了！什么？太后晕倒了！太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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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额娘，醒醒啊！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额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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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皇上，太后找不到您，心里一急，走到这儿两腿一软，就他就晕倒了。额娘，都是我的错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送太后回景屋。这找太医啊！慢点，慢点，轻点，轻点。额娘，